时，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，受魔鬼的试探。他禁食四十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，对他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”耶稣却回答说：“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”魔鬼又带着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：“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”耶稣说：“撒旦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”于是魔鬼离了耶稣，有天使来伺候他。开始在加利利传道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，后又离开拿撒勒，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那里。那地方靠海，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：“西布伦地，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”从那时候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”呼召四个渔夫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”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从那里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，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。耶稣就招呼他们，他们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向广大的群众传道。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，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，都带了来。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低加坡里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着他。山上宝训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“论福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
哀恸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连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盐和光。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么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论律法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的最小的一条，有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。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有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都要称为大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论发怒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稀，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我实在告诉你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论奸淫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不可奸淫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弯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入地狱。论休妻。又有话说，人若休妻，就当给他休书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叫他做淫妇了。
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论启示，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背誓，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事都不可起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座位；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；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；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论报复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论爱仇敌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，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，鄙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，不也是这样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